起重机赛妹看流星雨撞修旅，一死两伤。重机岛在国道三号匝道口前，那发生碰撞的是那辆白色修旅车。左转的时候，然后它重心就是一男一女双载，然后就跟你讲。原因疑似就是自小客车过于后置只是左转而发生这件事故。重机骑士伤重不治，后座女乘客插管昏迷。出事前，他才在脸书打卡去猫空看流星雨，回家时想坐重机兜风，没想到却出了事。原本帅气的重机成了废铁，修旅车驾驶没有酒驾，但疑似违规，警方还在调查。土发中心新闻报道。